Hello， 大家好，是伟哥。王者荣耀今天更新啊，更新之后上线了老胡子的新皮肤啊，就好像就是个老厨师对吧？然后我们这边因为第一天上线的话是肯定是拿不到，还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拿到啊。然后我们先是把它调试出来的啊，这个特效非官方的特效啊，就是默认皮肤的特效啊。它那个特效已经有那个视频出来的，就是反正就是一个饭碗吧，是吧？然后在那个捆住它。我们今天主要是抢先看游戏里面的那个表现效果，就是这样子对吧？老夫子，然后他扛着一个面啊，我们来 3D 视角下看得更清楚一点啊，拿着一把大勺是吧？然后那个背后那个像一坨什么是吧？是面还是蛋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坨一坨。然后他老夫子释放大招的时候特别好玩是吧？就是那种加快速度，然后又不停的抖啊抖啊抖的那种感觉啊，这就是他的效果。他如果是一技能有特效的话，他是那个勺子啊很充满，然后这边呢。为了抢先看这个 3D 视角，所以说就直接先调试出来啊，因为那个美化包调试出来的，所以说不是官方的，那个模型是官方的，但是技能特效非官方的，技能特效也是官方的，只是第一个技能的啊，只是默认皮肤的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就先演示到这里吧，啊，谢谢大家欣赏啊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一个视频公众号我一个解说，就是大家如果想知道如何调这个 3D 视角，关注一下公众号我一个解说，回复 3D。 最后我们来看牛魔和牛魔新皮肤啊，一起对比，他这个手是有点是吧，有点像抚摸人家的下巴的地方那种感觉，我们来抚摸这只牛啊，抚摸一下之后我们就结束了，这期就结束了。